迎收看《农夫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81集的节目。这一集呢，要承诺呢，在很久以前就好像有跟各位提过，说我会和各位把这个07年的 L 级的 Megatron 呢作为一个分享。那拖了很久哦，真的是拖了蛮久的。那这个玩具对我来讲呢，是有一个极深远之意义的，因为呢，它是我第一个购买的正版的变形金刚的玩具啊，从落坑09年落坑以来，我第一个购买的。那它是一个07年的玩具，但是因为呢，我是先看过第二集，再回去看第一集的。那么在第一集呢，大家也知道，第一集的米卡登呢，刚出现呢就非常非常的威风，然后就是就马上就杀死了一个博派 Jazz，然后又能够把这个科波文呢，海扁了好几顿呢。那最后当然他是被人类的轰炸机，还有 Samway 的补了一个尾刀，然后把它做掉了。但是他的那个英姿呢，相信很多人呢都会牢记在脑海里头啊。当然后两集的表现是每况愈下了。那这个玩具呢，当时购入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第一，我感受到说，原来正版的商品呢，它是这么样的有分量，这么样的有质感哦。然后之前购买了几个山寨的玩具，当然我后来就知道说，他们原来都是 V 级跟 Deluxe 的这个等级的。那第一次摸索到的一个正版的玩具就是 L 级。那当时购买到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精土版的，并不是原来的那种冰封版的颜色。那现在各位眼前这个样子呢，是我个人又再把它给涂装过的。那涂装的时候呢，不免呢有一个参考的 idea。当时我开始涂的时候呢，都会想要涂故意跟原来的颜色不一样。当时脑海中的 idea 呢是 Final Fantasy，就是台湾翻成太空战士，那大陆应该是最终幻想第十代的那个巴哈姆特那个召唤兽，它就是黑色跟金色作为一个基底嘛。当时是想要涂成那个样子的，所以呢，各位应该现在目前也约略看得出来，它的配色就是黑跟金。那后来呢，因为手臂的折断了，这个地方这个手呢，本来这只手是断掉，这个整个手是从这个地方断掉了啊。当时是因为有一些燃料什么流到里头，把里面锈蚀掉，然后粘住了。当时呢，我觉得呢，稍微转一下应该可以把它转开嘛，没有想到一转呢，他的手臂就整个断了。那后来是遇到了，就是有非常热心的同好涂大哥呢，就非常巧夺天工的把它修好了，完全看不出来说这个手是曾经断掉过的。那再一次的跟他说声谢谢，然后得以呢让这个玩具呢能够再一次的作为一个变形哦。因为粘好了嘛，那它当然是不能变形了。那后来又因为，就它是个已经损毁的玩具，就没有想要再把它涂完了。所以其实呢，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样子，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半成品。加上呢这几年就疏于保养，还有一些金色的部位啊，还有黑色部位，其实都已经褪色褪了很多了哦。不过呢，我相信呢，比起原来的这个配色来讲呢，它应该还是比较好看一点了，后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处理啊，就整个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样子了。那在这一集呢，就是先用这一款这个我已经涂过了这个版本的来跟各位做一个开场哦。接下来呢，就会拿出原本那个原色版的样子呢，来跟各位做这个玩具的分享。这个配色呢，是它07年玩具最开始的那个版本的配色。不过呢，这一款呢，是我之后呢买了一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推出的一个 Optimus 和 Megatron 的一个组合包里头的 Megatron。当时呢，我有发了一个影片哦，那说是我的同事呢，他想要买科波文，那刚好我很希望呢能够再买一个米卡登，因为当时手是断掉的，想要再买一个哦，所以呢就刚好一人一半，各自收到了自己想收的东西。那这个冰封的版本呢，其实我也是第一个拥有原色的版本，因为我之前是金属金涂的嘛。那一开始呢，它虽然相当的有很多的缺点，这个玩具其实缺点是颇多的。那但是呢，还是很多人在这个07年的 Megatron 跟09年的 Megatron 之间呢，都各有它的拥护者。这个其实它跟闲聊啊，就是说，像09年的 OP 啊，跟07年的 OP 呢，基本上一面倒的是倾向09年的 OP 会优秀很多。但是呢，07年跟09年的这个密卡登的话呢，两派的支持人马都有哦。那原因就不外乎是因为他们的都有很要命的缺点，因为他们各有很要命的缺点哦。其实是因为他们各有很要命的缺点，而导致有些人不能接受那个缺点，而会倾向支持另外一边哦。这其实是颇悲哀，是因为两个人都有缺点，你只能在两个坏的当中挑一个比较好的。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Hasbro 对于
Optimus Prime 的玩具真的是比较用心度是比较高的。那这个07年的 Megatron 为什么我宁可花钱买第二只呢？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战斗机的，就是交通工具的形态，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呢，为了要一个可以变形成交通工具的一个 Megatron，我又买了这个第二个。那这个配色的话呢，很多人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其实我看久了，其实也就觉得还好了就是人家觉得它很娇，然后又这个样子的颜色就喷得很奇怪。那它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一个缺点，就是其实它应该是所有电影系列，真人电影三部曲，目前为止出到三部曲里头，所有 L 级的玩具里头呢，它应该是身高最矮的一个。几乎所有的 L 级的玩具呢，身高都比它还要高，它的这个体型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矮小。但是呢，矮小归矮小，它是因为它的后面有很宽的翅膀，它整个玩具其实还是很占到空间的。背后从侧面看一下，背包其实背包算是很巨大，可是呢，就玩具啊，跟电影里头做一个比较，其实在电影里头呢，有几个 Megatron 背后的镜头来看呢。当然，这两片呢是略长啊，不过它后面的这个基本的后面是的确是有一个飞机的一个样子，其实是跟电影里头还是有至少有5、6分的一个神似啊。其实我并不讨厌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厚的一个背包，因为它还是基本上还是收纳的也很有，并不是随便放一放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造型的存在，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啊。那身高矮、配色差之外，再来就是它的这个非常诡异的这个声音这个各位应该这里呢压下来之后呢，它这个地方会把它扣住，如果松开的话呢，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传说中的100只恐龙咆哮的声音，大概第四集的钢索的音效呢，大概就会像它一样如果像它一样，那就正确了非常的让人搞不清楚为什么电影里头怕明明不是说这句台词，对不对？这个梗好像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玩哦。那当然，各位也看到后面这个东西呢，它会随着这个东西呢而上下。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说在这个飞机机器人形态下，我干脆把它放这样。它其实。到底标准的方法是怎么样？我好像也没有去研究，但是这个应该是看看个人哦。第四个缺点是它的可动度呢，其实是很差的。怎么说呢？它头完全是卡死不能动的。有一些镜头比方说呢，我们要拍它一个往前冲刺的一个镜头的话呢，OK，比方说你想看它往前冲刺的话，基本上这种镜头呢，很多人在分享影片分享这个网志、分享照片的话呢，其实呢，它都是把这个头这个地方、这个脖子呢、这个地方把它拔除掉，然后往上面放，这样子呢，就会可以好像有一个它往上看的一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从侧边看呢，就完全露馅了，它的这个脖子其实是折断的。这个呢是摄影上面的一个，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切个角度转过来。我切个角度转过去，这个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借位吧。这个看一些特殊的动作片呢，就有时候要学一点那种技术借位，对不对？其实根本没有碰到，但是好像有碰到那种感觉。看什么都要学一点东西，知道吗？人就是要不停的学习。好，再来呢，腰部呢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可动，手部的可动也极有限因为这个造型的关系，他手最大也只能弯到这样。然后这里这个地方就有点有趣的这个肩手的这个地方呢，肩部这个地方的活动性呢很好呢，但是它不是球关，是因为它这里一个转动关节，这里有一个上下动的关节，这种设计呢，基本上我是比较喜欢的，胜过球形关节来讲，我是比较喜欢的。那腰不能动，腿呢可动性也很差能膝盖能够弯的角度呢也极为有限，跪姿是不可能做得出来的。再来呢，就是因为可动性的不好，他的这个脚也没有接地，脚也没有接地性，基本上呢，人物呢蛮容易往后面倒的，因为他后面的背包比较重，然后前面的话呢，就脚的话，等于是说人物的重心呢，基本上你要把它往前面摆一点了，这个就
有玩具的人呢，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了。那尽管呢，哈，它的这个缺点是如此的多，它还是有很多死忠的一个支持者，这一点呢，我也认同，包括我自己在内呢。对于这个玩具呢，我也是很喜欢，不然我也不会买到第二个。那是因为它的交通工具形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当然人形也不是说不好看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它的造型的人呢，你绝对是可以忽视它刚刚那些有的没有的缺点了啊。当然用胶的部分呢是很实在的，要让它站稳还真是也没那么难了，主要是因为镜头拉得有点远。好，那它还有一些细部的一些小设计啊。它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呢，首先呢，脸的话呢，它的因为整个脸是已经是涂成一个黑色嘛，然后呢，它因为黑色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大鼻孔的一个造型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把它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基本上呢，我这因为刚好前一阵子嘛，刚好分享过这个 BW 系列，我都觉得他是不是这个金刚王，然后戴上一个外星的头盔，然后就冒充是密卡登就过来了。那不管怎么样，他的脸其实很丑啊，坦白说，脸的话就是丑在脸，但是头盔的话基本上很好看。这里有一个透明件，包括眼镜也是透明哦，所以呢，他在这个，这可能灯要关一下。哎，眼睛为什么不会亮？莫非它又是一个被我弄坏掉的玩具吗？好，没关系了，反正就是也不重要。它眼睛发不发光对我来讲还好而已啦。那这里呢，刚刚各位有看到，在触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两片呢，基本上是会稍微缩进去的，然后这个地方会把它放开，这是一个会联动到的一个地方。再来呢，就是这个两手臂的部分呢，它是两手都有一些小机关的啊。首先呢，这个地方呢。手呢，如果把它转过来，这个地方呢，先把它扣住，扣不扣住无所谓了啊。就是这一片呢，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装置啊，在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可以推，一推呢，它的这个联动的机关呢就会发动，但是呢，没有扣，没有办法把它锁定啊，所以你只要一松开呢，它就会自动回去了。这个在电影里头呢，它应该是在电影一哦。虽然很经典的那一幕呢，是他两手合在一起呢，然后对 Atomus 发了一枪啊，但其实他在单手好像也是可以发动一个，单手好像也是可以发动的啊。那他的这个两手合并组合成一门炮呢，其实也不能讲组合了，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两个扣，扣在这里。他这个炮的造型其实跟电影里头的样子呢，其实相差还是蛮大的，两手这个地方放到前面。这个呢，当然你是两手还是可以抬角度的，可以组合成一门炮，然后就是非常厉害啊！第一集里头可以把这个科波文狠狠的轰出去啊。但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说两手都变成炮吧，我个人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说就是单手就可以了。对，然后就当然这个是随便个人怎么去放啊，因为我是觉得单手放比较好看，两手的话，因为。两个这个尖锐物摆在一起，然后中间又没有一个结合的地方，是觉得挺怪，只能说是他有心想做，但是没有做得很完美啊。那意思到了。然后这一手呢，它里头呢是有一个，这里应该是好像从这里按，它应该是要会弹出来的，但是不知道它设计这个应该是设计这个，这里这个弹簧应该是要可以弹出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弹不出来。在电影一的呢，他的这个从冰封状态解除的时候，他从手里头拉出一个，这个呢流星锤呢，应该是向 G1 的这个 Megatron 密卡登做一个致敬啊。因为我们知，那当然后来很少出现在 G1 里头，这个密卡登跟科波文的话，一个是斧头，那密卡登其实拿的是流星锤，他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流星锤吧，这个在他在这个登上高楼要跟那个 Sam 抢那个火种源的时候，他也是拉出这个流星锤，把那个地板呢给扫裂掉，这个也算是有做出电影里头的一个样子吧啊。那这个，这里呢是可以打开的哦，玩具很大。放进去，这里呢就线呢稍微自己控制折叠好，然后呢这个
地方呢把它收纳回去，这个缝盖起来，这样子呢手臂的内件的这种武器的话呢，我个人会觉得呢比那个附带的那种其他的外挂的武器来讲，我觉得这当然是更有意思的一个设计了哦。那在这个 Megatron 的身上呢，就是两手呢都各有它的一个机关，腿部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内件的武器了，除了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会自动连续变形的一个设计的机关在这里哦。那后面呢也就给各位做个展示吧，并没有其他的噱头了啊、哦。那再来呢就跟各位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我第一个正版的变形金刚呢就是这个，那变形呢各位应该领教过它的难度是有的。那如果呢以我经常形容的考卷来形容的话呢，其实它的难度呢本身并不高，但是呢它的字迹要求会后半段的字迹要求比较工整，那个地方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两腿呢怎么样收纳到机翼下面，这个是有一点的难度了、哦、那当然了，这个其实呢它就是如果你已经摸索你变形金刚的一个把玩的年龄有一定的程度的话呢，基本上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因为它身上呢几乎所有的关节都是有齿轮咔咔咔的，基本上呢就是靠着调整齿轮的这个咔咔咔的这种次数呢来做一个比较好合并的一个动作。那关键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胯部这两个地方，这个关节呢怎么样变哦。那附提哦，密卡登的这个胯边这个黑色这个关节呢它是有前后之分的，这个是属于正面，有金色的边呢是属于一个正面，它的后面呢就是可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哦，这里这就是一个螺丝而已。在正常的变形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变形成飞机之后啊，它会是这一面的朝在显眼面，那可能会没有这一面朝在显眼面来的好看。那如果你想很 care 的话呢，你可以这个时候呢把这一片整个转到后面去，但是呢我比较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在转动这个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有稍稍有一点点的白痕哦，因为这个地方这一片呢稍微有点薄、啊、如果你不小心扭的时候呢，扭的不是很漂亮，不小心碰到的话呢会损坏到玩具，所以我个人就不会很推荐了、啊、当然如果你很在意，如果你变得很小心的话呢，要先把它转到后面也是 OK 的。那它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呢一二三三声哦，这个呢是老师要传授的一个方法哦，一二三，这个如果说你记不住是三声的话呢，其实就是在于说这个形状这一片白色的零件呢，这里有个凸的一个角，跟这个金边的这边这个角呢基本上是要刚好可以这样叠在一起，基本上这个角度呢就大致是 OK 了，维持在这个角度的话呢，后面的修正呢会非常的简单。再来呢我们先一口气把腿弄完好了哦。这里呢有一个关节哦，如果你把它往外面折的话呢，它的腿会变成这个样子，这里呢会自动收起来，这里一样给各位看一下， OK 这一片会自动收纳起来。然后的话好像是这个腿的话呢暂时先做这样，之后再做一个其他的调整。再来呢我们可以先把手的话呢，手臂的部分呢先把它给弄完了，先把一些比较次要的部位呢先把它弄完，手这里呢这个爪子稍微摊开一下，这里呢有个洞，这里手部的变形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点了。再来呢两手呢这个经常本来就会松开的这两个地方呢就把它搬开来，然后后面呢这个跟身体呢这个尾巴和机尾嘛，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把它拉开的，拉开之后呢就开始整个分筋错骨的一个游戏了、哦、再来还有一个地方，我忘了，头也要把它松开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这里两手是要松开的。好，我们先把这个飞机头好了，这个地方呢把它往前面拉过来，在这里呢有一个，这里有凸，这里有凹，就把它给扣进去，
OK，然后呢，这一个头的部分呢，它这里是一个球冠哦，转过来，然后这个呢，这一片呢，把它给盖上去哦。好，头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这样。那刚刚各位有看到我拉过来的时候，那个机翼呢，两侧呢会连续变形，自动的一个变过去。再来呢是把这个，对，有时候会松开。两手的话呢放下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轮子啊，两边都一样。轮子呢当然就放下面，然后这个地方呢转上来，这边呢转过来，这里有一个凸跟这里有一个洞呢做一个结合。这里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这里呢都没有什么难度啊，其实应该是说呢，它其实整个变形呢本身就都不是很难的。扣好之后呢，基本上飞机的头呢大概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那至于这两个呢，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扣进去呢，有点松啊，等一下变形中呢还是有可能会掉下来。OK，那至于呢？这个角度你要多开呢？这个就看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最接近电影里头的样子啊。那最后呢，是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尖头的这个部分呢，把它拉出来，这样呢让它更有看头一点哦。就是已经就定位了，总是要伸，该伸出来准备战斗了，就要伸出来战斗了啊。好，再来呢就是进行后面了，后面有一点点小，其实也没有说很难了。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子。扣进去，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呢，把这个腿的话呢，镜头怎么带？这里有个凸，它就是要把它塞到这里来。乍看之下很遥远哦，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其实呢，也不算太难哦。这个机翼的部分呢，把它转。这个地方啊，本来机器人是这样，现在把它转过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一片呢盖过来。这个时候各位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只需要呢把两腿张开之后呢，张开绕到下面来跟它做一个结合就行了。这个时候呢，两腿呢先把它打开，然后呢上面这一片呢就绕过它。关键呢，就是在刚刚特意调整了这两个地方呢，这个角度呢是正确的，它是有一点点斜斜的角度，这个角度呢就太过去了，所以呢就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调整到。如果你发现腿下不去呢，通常是这个地方这个关节的角度不正确啊，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滑下来了。然后滑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呢先把它给扣紧了。把它整个机尾巴的部分呢，先把它扣紧，扣紧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下面的一个结合了。其实已经不难了，调到下面之后呢，你就是靠着原本密卡登的膝盖处这个关节呢，把它整个往上调一格，你就会发现呢，哎，刚好就可以扣进去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干扰呢，就可以扣进去了。哇，这一片红色这一片应该是要，刚应该先把它放出来了。OK，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哦，在这里呢已经下来之后呢，旋转一下。我刚旋转呢，并不是旋转这一块黑色，而是旋转它的这个大腿处这一块。这个呢都是提供你来调节的一些关键的所在啊。再来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膝盖这个关节呢，把它往上推一个角度。OK，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么刚好洞就在门口。对不对？就是只要准备好，洞呢就会在你不远的前方。OK，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扣进去了。简单的说呢，它的一个难度呢，就是在于说，怎么样去调节它的这一块，这一块当然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方是最关键。调好之后呢，这里大腿跟这个胯边的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旋转，这个地方可以再控制。然后呢，膝盖这个地方呢可以再控制。你不需要整根腿这样去转动，不需要一个一个关节慢慢来做调整了，就可以轻松的呢，把他的这个大腿呢收纳到机翼的下面了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密卡登从机器人变成太空战斗机的一个变形过程。
今天呢，一直能够用比较轻松的心情和各位来追忆一下我当初喜欢这个玩具的点点滴滴哦，很高兴哦，谢谢这一位变形金刚玩具吧，就百度贴吧变形金刚玩具吧里头的这位来自于内蒙古的朋友 ID 呢我已经抛在下面了哦，感谢你呢这样子以就是的支持，然后也再次的这样子留言，然后希望我分享这个玩具，那这一集呢就也算是呢感谢你的这个留言，让我有能够再去回忆一下当初收到第一个正版的变形金刚的那种快乐和感动啊。那这一集呢就慢慢的和各位来聊哈，它的这个飞机的形态说实在话简直是让我爱死了，当初看到它变形成这个异形的战斗机的时候呢，不知道它到底变成是什么玩意，可是呢后来看它冲出来之后的样子哦，实在是简直是帅翻了，我只能说实在是太帅了太帅了。虽然呢电影里头的这个角度只有几秒钟，那大家看得最清楚的因为应该是这样子哦，他是这样子飞过去，然后把这个柯博文这样架着，然后冲进大楼里头，然后最后摔到大街上的那个，不是破街啊，就是所谓香港人说的破街啊，就是最后摔起摔落到大街上的那个样，大概这个镜头大概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哦。那在电影里头呢，他呢是并没有让你看到呢他后面的样子，后面就看上去很奇怪了，整个后面就真的是完全不知所云的一个造型哦。如果呢翻到这样子看，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么怪哦？那翻到底盘，你会觉得它更怪，因为翻到底盘的话，就是根本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更是什么都不是的一个样子，基本上就是短，就是呢所有的这个资源的话呢，基本上呢都用在了前半部这个地方，但是前半部这个地方已经做得很帅气了哦。当然了，它的这个缺点呢还是有的啊。首先呢，这个地方呢比较容易松脱下来，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从下往上扣嘛，那并不是左右扣或从上面下来，而是从下面上去。从下面上去的话呢，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出来的啊，就是我是说比较容易掉下来啊，就是啊对，凸在下是比较容易出来的。如果上面不是对，就是上面比较狠一点的话，你就很容易就出来了。然后它的音效呢一样有啊，触发点你又出来了，上面这个哦，音效呢还是一样，它变成了一个会飞的恐龙哦，那就还是一样是非常诡异的一个声音，并没有说因为变形之后呢而变形成咻那种喷射的那种声音，并没有。那它的这个飞机的形态下呢，大概就是跟电影里头呢有一个地方差异更大，就是这个飞翼底下呢有这个大腿，机器人的腿呢两腿呢会收纳到下面。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外星的一个战机吧，所以我个人也不会很在意说这两腿在下面，就姑且当作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器吧，就自行脑补成这样。配色的话呢当然是很不怎么样，就是很焦吧，但是呢我反而觉得在机翼形态下呢，因为它的这个银色的部位呢有点在后面，感觉有点反而有点那种冲刺的那种感觉吧，这个比机器人的形态下呢，它的这个配色我觉得要再更好一点。那万恶的根源呢，什么叫万恶的根源呢，就是这万恶的根源不是这一根，万恶的根源是这个头。万恶的根源为什么说头呢，密卡登呢不管之后的灵修之证啊或者是什么系列，密卡登的头都不盖呢，这个家伙呢大概是始作俑者之一吧，就是头就不管了，反正就是脸稍微脸遮一下都行了，这个算是就是以后往后的一个密卡登都变形的时候都会露脸的一个烂伤吧，应该是从这开始的。危机的也是一样啊，那附体危机因为现在不在我身边，放在我店里头，所以就没办法跟各位做个比较。那其实呢刚刚也速度的跟各位提过，它这个玩具本身争议比较大，就是说呢它除了跟09年来讲各有各的缺点之外呢，它其实它本身的 V 级跟它来相比的话呢， V 级也有一些地方是胜过它的，就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喜欢的人呢会非常喜欢它，但是呢不喜欢的人呢会认为它是最差的。甚至呢我的一个好朋友 G1 啊，他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变形金刚的收藏家呢，他甚至曾经这样批评，不能讲批评啊，他只是做一个排比啊，
它是把这个密卡登呢归类在所有 LG 的玩具里头呢最后一名哦。那其实它的论点也是非常有道理。第一，它体型没有做到 LG 那么样巨大之外呢，它的整个变形也还可以，但是呢，就是人形的还原度，还有一些就是基本上因为它是一个外星的一个姿态吧，所以它有很多地方都是用作弊的方式呢来做一个，这照理说它应该要很容易去做一些变通，但是呢，它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很完美的去把它呈现出在电影里头，应该有的样子，感觉它就是一个分数来讲是比较差。当然了，这个是一家之言，可是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啊。那对我来讲呢，我的确呢也认为呢，它在 LG 的玩具里头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作品，真的还称不上是。但是呢，就是冲着一点，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外星交通工具的一个样子，再加上呢，我再重提一次好了，我在优酷网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我的 ID 呢都叫做无双威震天，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我是很喜欢威震天的，所以也是因为07年的电影，然后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样子呢，让我落入这个坑了，这是实在话，所以他对我来讲呢意义极其深远，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一个电影的角色，然后呢又愿意花钱呢去购买他的正版的玩具哦。那再附带另外一题好了，刚好最近呢 TF 圣贤的节目快要到300集吧，那大家都知道他的节目里头呢常常会提到过呱呱玩具店，对不对？其实我的第一个妮卡登的玩具呢就是这个，就是他呢，这个玩具呢，其实呢就是跟呱呱玩具店买的哦。当时我买的是一个散货，那270几块钱吧。那个时候是电影二已经上映的时候，我当时买的是一个净土版。没有想到说，就是我第一个购买的变形金刚的玩具呢，刚好就会是这个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影片上传者圣贤兄的一个经常光顾的玩具店了，而且就是若干年后，哎，居然就这么巧合的让我给发现了。所以变形金刚的世界呢，说大不大，说小也是很小。原来大家的缘分都是这么样的一个靠近了哦。好，那就今天呢，和各位分享这一款我个人第一个拥有的变形金刚玩具。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